灭菌锅有两个水位，一个高一个低，跟大家说怎么调。咱们先看一下，这是感应器，感应器的话要贴着锅这个柱子，这是感应器。这个是低水位，低水位的话要高于这根红梁，以免加热管干烧。一般的话就是一指多高就可以。高水位的话是根据咱们的产品来，产品放多少水位就调到哪个地方，最高是不超过这个地方。如果咱们的两篮子产品在这个地方，那你感应器就可以调到这个地方，一篮子产品在这个地方就可以调到这个地方。如果是说你的产品只有一点点，那就是20厘米左右就可以，这是高水位。不管是蒸汽灭菌还是水浴灭菌，高低水位都是这么调。